杀死欧阳克的并非靖哥哥。那是谁？杀你儿子的是全真派的嫡传弟子。老兄弟，你是不是很热呀？你怎么流汗了？不是，你走开。男人，心有多大，天下就有多大。从今天起，我封你为纳言，统帅万兵，随我西征。娘，我决定了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我就履行旧约，和华真公主成亲。侯立爽爽侯软糖，射雕英雄传。